夏静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你想听答案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是。 找人开锁。你起这么早啊？啊，不是还要上班吗？那正好，客服我也帮你打了，所以弄好了，密码是你生日。谢了啊。 密码不对呀，你给错了。 现在的表现好像一种症状。什么？你想听答案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是，我喜欢你。缺角综合症。谢谢你昨晚收留我，我要洗漱上班了。